分局于7月8日晚上11:30获报有失窃自小客车行经本辖，于是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查看。警方于咸港区中山路发现该车之后，该车加速驶离，民警一路尾随至沙鹿区新泉路的驶向。客性犯嫌见无路可逃，所以开车冲撞下车盘查的民警，但民警仍奋不顾身，奋勇向前将犯嫌逮捕归案。据了解，柯贤除了本案之外，疑似涉及本辖多起的窃案，全案寻弊将因妨碍公务、杀人未遂、窃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表示，对于犯罪是零容忍，切勿以身试法，只要敢犯罪，绝对从严从速侦办，将不法分子逮捕归案，保护市民的财产安全。